邓素年，你给我等着！哎，怎么了，素年？哇！学姐，素年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有个事儿想跟学姐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有首歌，不知道学姐听过没有？等着。校花远点。孙思年，有人找。你敢去，你试试。邓素年，你给我等着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我请客。吃火锅。哎，怎么了，素年？怎么了？气门芯儿被拔了。前面也没气啊。哪个孙子干的？没事儿，我们先回吧，我推回去。那我陪你一起推回去。说的跟谁不陪似的。真不用。走吧，我妈今天晚上回来，能晚到一会儿是一会儿。你不是想你妈什么不行吗？哎，造谣我可不允许啊！哎呀，不知道谁说的，妈，我好想你了，抱抱举高高。哎，站住！哎，站住！刘永哥，你书怎么了呀？别人画的，是不是同一个孙子干的？苏年哥，我跟你说，这事不能忍着，会蹬鼻子上脸的。没错。哎，要不我明天也去把他气门芯给拔了。小家子气，要我说啊，直接找人在学校门口堵他，抽他牙。行了，我不想惹事儿。写作业吧。苏年，小雪要用修正液，你去帮她拿一下，在我屋。你怎么不去啊？你腿长走得快。对，我写错字了。哎，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我找人打听过了，那孙子是苏年同班同学，叫庄大的。他拔苏年气门芯，画苏年课本，踩苏年校服，他就是学习学傻了。欺负到这份上都不还手，太过分了！抽他丫的！哎，谁还没点短处呢？他就负责学习，咱们俩负责维护世界和平。